就是桃园机场，然后在它南边呢就有很多客家人的地方，就是苗栗县，然后北边是桃园县，南边是苗栗县。它的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，朦胧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，再见丑小鸭，再见我要洗心革面，人力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